呀，妈好渴了，妈我妈咪。谢谢安安的妈妈。
妈妈，昨天跟香香鸡。我不太知道我要讲什么。林志玲。谢谢我妈，有时候会来帮我载纸，然后我都把红包的钱拿来缴申请钱。我讲快点，我怕等下又被罚钱，然后我们要缴更多钱。就这样。快了啦。我呢，想要先跟舌头说对不起。就是因为我在射精前一天，前几天刚很饱，然后他们还很抱我，然后他林婷还说你要走还是留下一句话，然后我还被姚爸骂，是大姐头在骂他们，然后我也很谢谢各位绿林二二们，然后就这样，好。我还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妈妈每次都在，她每次都在我没有钱的时候给我钱，然后爸爸都是在，就是我常常练很晚，然后常常早回家，然后还正在载杨贵行回家，然后我还谢谢来帮我们雕我的学长姐，就因为你们常常帮我雕，所以我们才会那么的整齐。还有二二的各位，谢谢。谢谢我的家人。姐姐每次都愿意骑机车，然后来帮我载椅子。还有妈妈啊，每次骑脚踏车，我还要在后面扛着一个椅子骑到捷运站。然后妈妈每次都骂我为什么要带一堆道具回家，然后还硬给我塞在我房间里面。然后，要说什么？谢谢所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谢谢所有学长姐，谢谢你们帮助我那么多，然后谢谢我最爱的二二。谢今天来的每一个有色，然后我们绿林二二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